小朋友们好，我这里有一台电动玩具钢琴，它是粉红色的，很漂亮。这里还可以撑起来，打开开关，好好听的音乐，按一下按钮。你可不可以弹一首歌给我听？好，我会弹两只老虎，你要不要听？要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第二遍我来弹，你来唱，好不好？好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个没有眼睛，一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再来弹一遍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我还会弹小星星，你来听我弹一遍。好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你会不会唱？会。我来弹，你来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我还想唱一遍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空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我们唱得好好听。对呀。这些音乐都好好听，都是钢琴自动演奏的。我也觉得好好听。我来弹一首歌送给你。
好不好听？好听，这首歌是小星星，刚才我们唱过的。对呀、啊。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，喜欢请订阅绿茵玩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